大家好，我是十三妹。今天早上我们来吃鱼腥草，你看好嫩的这鱼腥草。我们今天早上爷爷起得很早，就去山上挖了很多这个鱼腥草下来，我们现在准备拿它爆炒一下。太香了，这个味道。这两把呀，我几冻也冻完了。洗好了。小碗嘞。现在要把我们家的茶油给打开，用上野生的山茶油炒菜，很方便。你看，直接把这个拧开，倒油。这个油入锅之后一定要把它热好，你看这里有泡泡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泡泡给消掉之后，咱们才能放菜进去。山茶油炒的鱼腥草折耳根是我的最爱。现在要开始来炸鱼了，这是腌鸭肉，茶油一定要等热锅。你看，我们就把这个鱼放进去炸。哇，这是我们用山茶油炸出来的腌鸭肉，还有腌鱼肉，特别香。我尝一个，我得配一碗饭，走，吃饭去。